哦，先到处收集。昨天找到的线索就是要，怪人，我他就会狗啊那些有的没的，吓到就跑掉了。对，我目前知道只有这样。为什么都会有多汁的虫子啊？哎呀，你的抽屉长虫对不对？好恶哦！哎呀，哟，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虫长虫？不知道会有虫子，把它拿出来。点名，点完了。地图可以查，可是地图可以查的那个，你要先打过他才知道他身上有。你不是要捡虫子？安心，这可爱啊！哦，对他可爱吗？还好。僵尸原味衣服，可以啦，那个衣服很赞啊！不。欸，到底是谁的那个棒球还是什么，一直卡在人家箱子里面，该拿走啊？杰克，谁接任务啊？杰克在接任务，我没接，我刚刚全部取消掉了。那怎么会卡在那？装，隔天吧。工作。哎、欸，工作了。该做事啦！啥狗粮？安安，狗粮安安，啥狗粮安安？狗粮安安，文涛，啊？文涛，那那，这工作好简单哦，一下就完成了。那满地都是狗粮、欸、对，我要让狗粮满地都是了，丢狗粮咯，撒狗粮哦、被发现了，满地都是，太多了吧，这个是、哦、那个虫也好多，不要动我的虫，没有，不要动你的虫，我只是看到很多哎、欸。不好，待用眼睛塞爆你哦、喔！眼睛塞爆，好痛啊、喔！你选一个。没事，我没有要动你的虫。我没有要动你的虫。电路板、铝箔纸好像没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胶水，差一个胶带，胶带是吗？早上看，这样就金剪刀了。哦，那我们家一只镐子把那边敲破。镐子要什么？要铁锹。棒。啊，我的铁锹都被收走了。带着钱，好走啊！劣质镐吗？哦，找到胶带了。谁要胶带啊？我。哦，一楼。一楼是吧？是。你什么颜色？我是蓝色。对。好，不是这个胶。哎，你为什么刚丢在地上的样子刚不一样？嗯。哦、好，对啊，这个胶带啊，不是吗？他说刚丢的地上的颜色不一样啊。他刚是这样讲。对呀、啊。可能我一瞬间眼花。劣质镐中间那是什么、啊？劣质镐中间。啊，看，智能低下做不出来。劣质镐中间，手柄啊。啊，手柄是用做的吗？是。也是做的啊。做的啊，木棍机啊。加什么忘记了？锉刀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忘记我这次没有把书读满，想说怎么做不出来。再不读书啊！对吧？看技能，真的看技能你做不出来，还想做？哎、欸，笑死！我去读书啦。
那次风向指标直接在我的箱子里面呢，我现在还注意到。哎呦，好爽啊！棒啊！吃饭，我要吃口香糖。吃完有没有薄荷一下？薄荷口香糖吗？清凉一下。薄荷口香糖。嗯，好，那我先去找电线，还缺一条。可以叫我姐姐吗？不行，不行。电线吗？嗯、看一下我那边有没有、嗯。电线我好像一条。那刚好。电线我这边一条。来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好了，可以做了。我不是智能地下人。啊，是不能去朋友的房间哦。啊，是不行哦、喔，不行哦、喔喔，我地板上的东西是不是一直默默的被收走啊？不行、喔、哦，你贬到你朋友了，问杰克、啊哦哦哦，什么东西乱收人家地板的东西？地板没有啊，因为我地板上的东西在，因为我的饮料也不见了、啊，慢慢减少哎、欸，它是真的一直放着会不见是不是、啊？不会啊，啊嗯，可是我地板上原本有一条电线，它不见了。嗯，被捡走了吗？因为我地板上有没有饮料也没了，不可能，应该是。不可能。呀，人老板。生七七没有啊，就去朋友旁，就朋友房间，他又要打我。哎、欸，假人妈妈，哦，是两颗枕头，没说记错。一般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拿两张床单。两个枕头变两张床单。警察捡走那个又不是违禁品，扁自己的朋友，不小心的哦，棍子比较长，想要就拿走了。假娃娃是哦，两个针。我现在这边可以做一把复制钥匙。哦，那我们就先打找到青色钥匙啊。嗯，青色钥匙。最后一个警察，不然我揍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其实看外面有，嗯、等下没有没有，等下再去看。点名，点完了。啊，到啦！警察先生，你要不要到室内啊？要不要来跑玩一下？对我好像放到有点卡哎、欸。你放太多东西了吗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是真的是放太多东西，所以到后面才会这么卡、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、哦。之前不是也很多东西吗？又这么多啊！你没看一下，你没看一下隔壁有多少虫？都有虫子啊，然后糖果。为什么有个箭头指着二啊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嗯？一？他指标给我乱指哎、欸！他我去哪里啊？不记得。不谈政治哦，不谈政治。嗯，哎、欸，他叫我回牢房，然后我被关了。哦，我的工作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绕一下，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哦，这边开的，这边回就这样子啊，狂削土豆就是这样子啊。叫妹妹不行，哎、啊，你们就直接叫小宇宙啊，你们要多打字不觉得很麻烦吗？对啊。就叫小雨就好了。谁还没睡觉？我。你睡了，睡饱了。怎么样？想赖床。然后你赖床。要出来，我拿虫子逮爆你。不要了，怕。警察先生，可是当过很多虫子眼球口香糖的男人。还是你要我知道那也可以。我找到青色钥匙了，什么？很会哦。我找到青色钥匙了，我要把它丢在地上。来来来，他要警报了，要警报了哦。先，在这里这里，要警报了，快点哦。要警报了，赶快复制，复制完就丢地上。我没有，还没有复制的东西。
小雨哦，有有，我丢在地上，我丢在地上。哎，开门啊，病哦。啊啊啊！为什么要咬我？我身上没有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咬我？当然要咬你。这好了，对啊，要是你打 U E 也可以啊。为什么要咬我？我只是来不及啊。好，打鱿鱼也可以。鱿鱼，哎、你打鱿鱼也可以啊。披萨团团，披萨团出现了吗？披萨团出现。白烧马铃薯，我看到披萨团了，感谢披萨团的披萨。披萨团的披萨，披萨就是面团吗？面团，他的已经是做好的。感谢披萨团的披萨。欸，其实他外面那些墙壁都已经被挖过了，他已经被挖了两下啦、啊。感谢雅思的披萨，所以要直接从墙壁出去也是可以的，可能。没有，那边只是挖开要去拿可能有的东西。嗯哦，打七哦，在工作室。明明是我放，不是啊，打是隐月打的、啊，当然是去咬他。什么东西？他们说为什么明明就是我放的那个钥匙？哎、欸、哦，是我干的、啊。地上东西放太多会被吃掉。为什么变成披萨团？因为每次还送礼物，你都送披萨。有听到。啊，东西太多会被盖掉，对，会被盖掉。哦，那我们就不要丢东西在地上了、啊，除非是重要 的再放地上。那都冲厕，再见了，冲去别人家的厕所就。再见了，冲。我们会想念他的。嗯，我还好。有人想念虫虫，来，把杰克家放满虫虫。不要。说这工作多少钱啊？感觉没有很多耶，好简单哦。所以现在没稿子是不是？我有铁锹、啊。我做一般的稿子了，要升级的、哦、那就可以直接升级啦。哇，那就升级吧。55块啊！哦。木棍跟胶带，嗯，所以不需要这个，那我就掉。嗯。主场优势不能输，好哦，雅思加油！主场优势要再一个木棒跟胶带。木棒我这边有，我有胶带。那，哎，这个是干嘛？山上，哎、欸，水溢出来了啦！你塞太多东西了啦！你是在自己的房间哦、喔？烦心，哎、欸。你为什么把我的马桶弄爆？因为最近啊，给你交代，给你赶快坐一坐。赶快捡到警察来了。那你离这边最近啊？直接塞一塞。你明明可以去下面那一间弄。要多走一步。你今天都已经不想出门保那个了，都不去出门抓宝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违禁品还放地上被收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铁锹怎么放地上？铁锹不能放地上啊。铁锹是钉子，是钉子。没有，我刚刚二楼看到一只铁锹在地上，不知道谁放的，不知道。哦，我放的啦。哦，小雨啊、哦，铁锹不是没有要用了吗？还是留着嘛。啊、怎么把这个、哦？因为我放不下了。会有人帮你修，会有人帮你修，你不用紧张。对啊，等一等的就等就来了。好、哦、啊，稿子用好了，金稿。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？然后有何想法？有何想法？我们还有要什么颜色的那个啊？药材，我还可以再做一把了。等一下吧，我们先确定楼上有那个吧。好吧。楼上有我们要的那个怪人的部位。怪人。杰克吗？怪人。怪人。我哪里怪？怪。我们要不要先上那个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二楼那边。等一下，锻炼时间进去。二楼这个房间里面的手收还是脚胶先拿出来。好，我锻炼时间够期完就来。二来呀、啊！感谢 CK 的花花。开。拿手收啊，不是脚胶。手收
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啊！出来，出来。啊，出来，出来。好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从楼上那边走就可以。那不是违禁品吗？这边没有那个吧？有吗？啊，对哈。这边可以走吗？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边要过那个，我以为那边可以走下去。淋浴时间。啊，先去浴室啊。先淋浴吧。浴室的门不要过去。走过头了。我看到有人撞了墙。不是，还看聊天室。走，来去放脚胶。要螺丝刀吗？我拿一个好了。好吗？我那边有两个。来啦！到啦！嗯。没什么有用的东西，所以要先把那个墙壁挖开吗？我先去放那个，帮我开一下。等一下，等我下楼。外洗澡吗？在磨蹭。有了，再来一个。去我啦，刚刚就讲了，就是我不爱洗澡没。好好好。小雨哎、欸。我洗澡好吗？还要把别人的马桶弄爆哎、欸！稿子有带吗？再吵，我下一场继续弄爆你马桶，我跟你讲。